布车，火车。早上读经的时候，读到撒母耳记下，大卫跟拔示巴的一些决定，造成了后来蝴蝶效应的后果。神还是给他们祝福，不过这个祝福有打折扣，就让我反思，有时候我们做的很多决定，后来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后果。我想到刚入行的时候，公司规定老师们要打学生的月报告，就是把学生的上课状况都写下来。可是这是一个没有给薪水的加班，所以我就很不想做。可是那个时候也刚信主，眼光有被调整，知道说这个不是为了地上的主管交账，我是要对天上的老板交账。然后就越写越甘甜。有时候助理都问我说，其他老师都没有再写了，你要不要也放弃？可是我感谢那时候没有放弃，所以现在的共学团学生，我也会仔细观察他们的上课状况，然后每个月给他们写报告。然后书桌旁边的延伸是两个我最近怀孕的时候吃的营养补充品，我分早上一个晚上一个。早上我会吃 D3 综合女性维他命还有钙粉，晚上我会吃维他命 C 铁剂还有两颗藻油，分两栏比较不容易搞混。然后书桌的下面是我英语教学的教材，因为我要在书桌上面备课，然后备课的时候会把我的 lesson plan 写下来，就是我今天上课要用的步骤。就如果你是在家里想要自己教孩子，你也可以先把你上课所要用的步骤写下来，真的在教学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手忙脚乱。我会有一个 warm up 暖身活动，通常是上一次上课教的东西会先做复习。那天我们就唱了一首歌，然后我把纸剪成一块一块的，把这个句型打散，让学生做句子重组，然后就进入正课的教学。有这三个步骤： presentation， 今天要教的 storytelling 跟 QA， 然后还有 sentence pattern， 然后 practice 也是 QA， repetition 跟 CSAY。然后会有两三个活动，这个活动主要是验收刚刚前面的两步学生有没有吸收进去。那我们那天的活动一就是 pair out and act it out， 是两个两个一组，然后把刚刚的对话演出来。然后第二个是 individual practice， 的意思就是一对一，那通常是全班一起练习，然后分组练习，再进入一对一，比较不会一开始就吓到小孩不敢回答，他先看过全班的，然后再看过整组的练习，他里面会比较安全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习作本里面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玩游戏了。我那天玩一个三点连成一个正方形的活动，从这个游戏里面可以看出学生的逻辑，它是循规蹈矩型的还是天马行空型的。有时候我在游戏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孩子的个性，如果那个孩子的个性是非常的谨慎，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像叠叠乐的游戏，他就是要把每一个下面的地基的 foundation 都打好了，确保每一个都不会摇再往上叠的，这样谨慎的孩子你观察到了就可以鼓励他多一点想象力，多一点冒险。那如果那个小孩他一上来是也不管基础有没有打好，他想要排一些好笑的全班哄堂大笑他也觉得很快乐的一个比较活泼外向有弹性的小孩，你就可以鼓励他要多一点注意细节，多一点的脚踏实地。那这个书桌我是在淘宝上面买到的，因为我一直想要找像这样子的桌角，但我在台湾没有找到。
然后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我是为了要配合这把椅子，人体工学椅，它也是灰色的底，所以选了灰色的书桌。其实像这样子的复古书桌，它要是配一般的复古木头椅子会比较搭，可是因为我跟 Ethan 的工作都是需要在书桌前面长期的坐着，所以椅子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真的需要一个好用的人体工学椅才能在上面坐得久，不会腰酸背痛。我很喜欢一睡醒的时候是被书包围，这样子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喜欢家里到处都是书。锅子都放在我的正后方，就是我煮菜的时候不想要再弯下去拿锅子，所以我希望我转身就可以拿到锅子，然后那些常常用的大勺子又挂在那边，然后这些是不好挂的东西，我觉得放一桶放这里。这间燃咖啡工作室非常非常的小，只有几个位子。那这样的好处是比较不会有很多人一起大声的聊天，可以安安静静的带本书来看，然后它有很多浅焙咖啡豆的豆子可以做选择。先等我写完这个字，好不好？我把你贴在这里。下面有。那你写，这个笔给你。好棒啊！我们今天要把贴纸贴在这两个瓶子，妈妈买的瓶子。这是洗碗的，还有个洗碗的。对，还有一个洗碗的，一个洗手。对。你等妈妈一下。还这个。洗碗的，你看，你贴好了，还有一个，再贴一个，还有，这个 ，Ouch！ Be careful！ 还有个这个，你跟妈妈一起贴喽。好了，咦，好了，好了，好，我们要装进去喽，我们要把洗碗巾装进去喽。里面有水吗？没有，这是干的。要装洗碗巾了哦。哎，打开。
都要捏捏捏。捏捏捏。好了，这一瓶洗碗巾我们装好了，接下来要装洗手乳喽。这不太让我的嘴巴。你在吃什么啊？吃 yogurt。yogurt 里面妈妈加了什么？刚好脱了屁股。What？ 妈妈里面加了燕麦，还有黑芝麻粉，还有奇亚籽，吃吧。爸爸，我要来介绍一下善用家里附近的图书馆，借到很多不同的好书。我这一次借的是这一本 And I Have You， 它的封面很特别，就是可以放自己跟孩子的合照，好可爱的画风。然后它里面有不同的动物跟他们的孩子，那如果要用英语教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学到动物跟幼兽这样子的概念。譬如说 A cat has her kittens， A dog has her puppies。然后你可以同时教动物跟幼兽，还有 has。 然后后面就是一直重复，然后妈妈跟 baby 说 And I have you， 然后妈妈有你，妈妈的宝贝。它就是这样子重复的句型。小羊 A sheep has her lamb， 这样子重复的句型会加深孩子的学习，而且小朋友很喜欢重复，因为重复会有一个期待感，它会有一个熟悉度在。画风我也很喜欢，很简单明了。然后讲完了动物，最后就会有妈妈跟孩子说 And I have you， Wherever you go and whatever you see I'll always have you And you always have me， 就是无条件的爱，不管你做什么去到哪里，我都会永远的跟你在一起，永远的有你。妈妈对一个孩子不变的爱，对不对，父母带？有。然后另外两本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跟世界上最棒的爸爸，这两本是中文的，很家常。他睡觉了。你想说为什么会喜欢妈妈呢？因为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因为她爱玩躲猫猫。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因为她什么都会开。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因为她带给大家欢笑。有很多因为这样子的句型。那爸爸的这一本也是类似的概念。它可以飞。嗯哼。它可以飞。像小鸟一样飞是吗？对。哦，这样子啊。像小鸟一样飞。最后，因为我的孩子是2岁多的小男生，所以我还有借了一本有关交通工具的小书给他看，他就很喜欢这种有轮子的，对不对 ？Yeah. 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去图书馆借的新书。
对啊，妈妈新买的，漂亮吗？漂亮。妈妈是找这个找很久了。旧的嘞？旧的其实是一个花盆，它不是装 utensil。那一个捞饭的。对，那捞饭的。这边呢，两个磁吸式的钩子是钩我很常煮菜要用的两个夹子，另外一个还在洗。好，现在呢，因为买了大蒜，所以又多放了大蒜进去。Hello, little baby.Baby 跑了。You are so cute. 跑来了。嗯哼。来了，我跑跑了。跑跑了。你跑跑去了。我上来。